当然，他说，权威啊，就是专业领域啊，那些毕生都投入心血研究，或是在某件事情上，哇，一直不断的精益求精，意见当然值得一听嘛，他专家嘛，但是不表示哈，他所有的意见都是对的，不是他所有意见都对的。刘远哲，也许他化学，哦，专家，诺贝尔奖金，不表示教改研究会啊，因为这是两回事情。但是我们就常常因为他是某种专家，所以呢就。